奥吉独角兽家的苦荞麦脆脆。我吃的就是牛肉味的。很好吃，跟咱平常在外边买的那个味道差不多，但是咱这是粗粮的，然后它的苦荞粉添加量达到30%，零反式脂肪，每包的那个脂肪含量只有0.几，很健康的小零食。喜欢吃小零嘴的，这个是必拍的。